买贵了吧，后悔了吧，哥姐姐，我就让你再等等，再等等啊！你们偏是不听。之前呢，9.9拍三波的哥姐姐，老弟跟您说声对不起了。现在呢，厂家自己卷自己啊，直接给咱卷到了5包。现在呢是9.9的价格啊，整整给咱发5包，每包呢是250克，半斤装的，还不够。另外呢，老弟还有1块钱的佣金补贴给你们。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，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8.9给咱发5包玉米面条。咱家这款玉米面条呢是东北绥化生产，东北绥化发货啊，厂家直邮的一款面条，味道呢是嘎嘎纯正，就连价格也是相当划算啊。它每包呢都是这样真空独立的小包装，咱吃一包拆一包啊，特别方便。并且呢，咱家款玉米面条呢配料表干干净净啊，只有2项，玉米粉还有水，没有任何其他杂七杂八的添加。像咱平常呢做个炒面了，做个拉面了，做个凉面了，做个小麻辣烫了，怎么搭配呢都是嘎嘎好吃。它的口感呢就是 QQ 弹弹，软软糯糯，爽滑又不失筋道的一个口感，嘎嘎好吃。像咱家里的老人呢，这高那高的啊，咱都可以去吃这款玉米面条。因为咱家这款玉米面条呢配料表干干净净啊，不含乱码七糟的成分。关键呢今天这个价格啊也太合适了，厂家直接拿出200单做福利啊，直接给咱卷到了个位数。现在呢是9.9的价格，整整给咱发5包。另外呢，老弟还挂了一张1块钱的券啊，咱哥姐姐一定记得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8.9给咱发5包玉米面条。厂家控价之后，优惠券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咱赶紧去撸单啊！点开下方链接看一下老弟的券还有没有，如果是8.9给咱发5包的话，咱赶紧圈牌。